么线的呢？里面是那个红豆线。我们黑色的那个呢？芝麻。哦，那黄色的那个呢？奶黄。哦，这么棒，我可以看你怎么包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你试试看吗？搓吗？轻轻的搓。哦，好，快点。啊，那今天是什么节日啊？冬至。冬至。你知道冬至是干嘛吗？要包汤圆。哎，对。所以我就在。福清话包汤圆怎么说啊？哎，我忘记了。祈求这那天有飞什么？有飞过。有飞过。哦，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好吧，去吧。封口，封口，封紧哦，封紧哦，不然你搓就吐了。很好，对，来搓搓搓搓搓，轻轻哦，轻轻哦，嗯，很好。OK， 把调整一下形状，来展示一下你的汤圆。好了没呀？哎，放到镜头前面来。哎呀，很好的一个小汤圆。奶茶皮，奶黄馅。是汤圆吗？当然咯。哦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我现在要做原味和。那个芝麻的哦，芝麻的哦，芝麻什么时候做的？现在。嗯，对，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天空滴水，亮亮的繁星。